Hey, 大家好，我是莫莉莎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款 FF 的柚子模组，它是 FF Doors 的最新模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Doors？ 它是一款很困难的 Roblox 解谜逃脱游戏吗？还是说单纯的逃脱恐怖游戏呢？总之，在游戏中你会遇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怪物，你要对应每种怪物会有不同的机制，你要想办法避开它，然后到下一层去。好像最后走完一百扇门就算过关，应该是这样子的一款游戏吧。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所以我就直接过门，直接过门就可以直接开始玩了，就这个吧，困难模式。哦，来了，来。我很喜欢它箭头有做出自己风格的感觉，或者说有做出 Doors 风格的感觉。哦，它普遍。有难度哦，真不愧是困难模式，有点难度，但是又没有到超级难，应该会玩得蛮开心的。而且你们仔细看这个模组，这个游戏是第一人称的呢。喜欢他后面的鼓声，下一边一只。好，这次是第三人称，还有 Pico 的话。但是这个 Boyfriend 长得跟原版一模一样。边的小生物很嗨，我记得那时候玩豆子，他有突然跳出来，反正只要开抽屉，他就有机会跳出来，很容易吓到人。但是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。好，哎、欸，是歌名吗？他的名字，怪物的名字就是歌名吗？这个模组每一首音乐其实都不错，每一首歌好像都不错哎。哦，
拜拜拜。这个是要躲在衣柜的那只吗？还是刚刚第一只才是要躲在衣柜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太久没有玩多尔斯。有有有有。歌很嗨，那你看，他才是要躲在衣柜的啦 ，Rush。记得还有当初在玩斗的时候还有什么？还有不能看着他，不能正面看着他的。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出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对，就是不能看的那个，对不对？那怎么那么黑？这么黑怎么玩？哦，我可以看一眼，我可以按空白键看一眼。但是如果按了，我如果按了就会，我只能这样亮一下，然后亮了就会扣血。哦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机制，不可以看它，但是又要看一下。但是如果完全不看的话，就会变得很暗。有点麻烦，要一边让它亮着，一边不能让它亮着，不能看太久，可以看，不能看太久。
就最后还是要看脸。好麻烦的机制啊！一直看就会狂扣血。但是一直不看的话，它最后会全黑，就看不到了。这个机制不会到很难，不会到很难，普通难。至少不会马上死掉。我觉得重点是不要马上死掉就好。接下来五秒都亮着，看我会不会死掉？好像会死，还是按一下好了。啪啪，开门了。哦，你是第五十关的那个，是吗？还是第一百关的？好像是五十关的那个吧？是吗？欸、对，是一百关的。嗯因为我记得五十关那个是听不，哎、欸，是看不到我们，他只能用听的。啊，被追了！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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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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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我血好少啊，扣太快了。快不行啊！真的有一种被追逐战的感觉。好、哦，够了，啊，真的吗？我可以逃离这里了吗？我坐电梯逃离了，大家。我们来玩玩看这个，这个是刚刚没有在关卡里面那个生气的蜘蛛，好像只有一个难度的样子。嘿嘿，蜘蛛，我在左边，好可爱。我要变身，我也要变身，它变成这样，我也要变身。碎啦，哈哈！啊，我们来开打。蜘蛛来左边，生气的蜘蛛，他很气，他气气气气气。他来了吗？这首歌居然这么长，
哦，为什么变超级赛亚 boyfriend？哇，我什么声音都有。耶，蜘蛛。我被死脑虫附身了，变白痴了。蜘蛛死掉了，蜘蛛死掉了吗？什么东西呀？什么？看起来还有两首歌，来吧，也是只有一个难度啊。Undertale 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刚刚那首歌 remix 的。舅舅。这个 boyfriend 怎样？对面也在秀肌肉。变黑白了，
啊，对面怎么下面一首睡觉时间。哇，他是谁啊？这首歌好安静啊。好，开始有声音了。去睡觉他说之后还会再更新的意思。好的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死亡画面吧。第一人称的死亡画面应该是可以的吧。第一人称放着然后让他死掉，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死亡画面。哦哦哦，他这个有重新画过耶，可以选择离开跟复活。如果我按离开怎样？复活大家都知道会变什么样吧？离开呢？哦，就直接离开了。哦，好的，我想我们这次的实况就到这儿了。那这好像可以开灯关灯的，有一个有趣的功能。啊，那这个模组我放在了、影片的简介，欢迎下载来玩玩看。那影片结束前记得帮这个影片点下大大的赞，还有你的关注、你的订阅、你的小铃铛。那么我是摩利萨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